拉力还蛮大的，又重又重。哦，这次真的有大只哦，有出有出。现在前面这边有一个出水，然后有点泡泡，好，我们把那个毛头泡到泡泡里面来隐藏，好。电到，好，我们下去解构。足够的位置，在这边，在前边这里，好，好，放下去。策略成功，好，这个泡泡底下有很多的竹篙头，好，我们就顺着这个海水的这个泡泡，然后让毛头飘过去，再来试一次。又中了，又被我骗了。哦，哦，哎、欸，他一直挣扎，他力气也算蛮大的。好，他只要一冲，我就会放线，这样才不会断。好吧，好吧，一样下去，往这边下。有一只啊，速度蛮快的啊、哦！看一下它着钩的位置啊、哦，在那个嘴巴下面这里，把它解钩吧。好，拿掉。好，拿掉。放回去了。好，刚才钓到吓到了，现在慢慢又游回来。再放一下，再放一下。哦，拉力还蛮大的。哦，哎，不能不能不能！等下出现一下。哦，这只比较大，这只大。哦哦哦哦哦！哦，不能硬拿，不能拿，等下断线。哦，哇，摆头，一直摆头。硬撑硬撑，好、哦，哦，快拉回来，这个不能太急啊，拉太快会断线，这个比较大。好，我们拿摄影机下去拍好了。
一滑板的小心。真的有大只哦，有出有出哦，要多少价哦？一定要量一下，这个到底几公分的？拉力很大哎，我们把它解钩，好、哦，把它解掉，好、哦，拿去草皮那边量好了。又游回来了，我们还可以继续。在泡泡的后面，又撞又撞。哦，先叫几只啊，七只还八只？好，再去解钩。反过来好，兄弟。好了，总结一下了。今天策略就是把我的好，就是泡棉的那个网钩，把它抛到刚才那个泡沫的那个里面去。好，那因为白白的泡沫啊，跟这个泡棉有点类似，它沉下去它就会咬，它以为是一些漂浮物，就给它咬下去。好，那这样的策略是奏效的哈。我们才来差不多一小时哦，大概钓了7条还8条啊。那其中有一尾很大哦，41公分的啊，我会把它拍起来。那这边竹篙头的 size 哈，它有很多都超过40公分，哦，等于已经是长到最大了，应该有接近50，最大有接近50个，哦，都40几，快50。那整群里面有蛮多是小的，大概都是20-30的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试试看哈，我的方法应该还不错用哈，就是模拟成漂浮物啊，如果有泡泡的地方就模拟成白白的泡泡，这样。感觉还蛮咬的。好了，今天就把我的钓法分享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